即嘛，咱看114页，迄个叫善知识，五处法门，将一法界，生84000智慧。何以故？为世人有84000定乐，若无定乐，智慧上现，不离自性。五处法者，即是无念。无意念，无意无定，不起功妄，用诸真如性，以智慧观照，无一切法，不处不舍，即是见性成佛道。所以我乌邦下海海吼，迄个就是大智慧海顿悟要闻论内底论，但是大智慧海。就是这个禅宗的一个大德，当然是在慧能大师以后，我也无甲查迄个典故，因为我有一本迄个《顿悟要闻论》，吼，这本有看过，所以看到这，甲想到这本论，啊，甲提出这个起来，用同齐研究来解答这个无念安尼。那么这个佛陀较讲，慧能大师讲安尼讲我的法门啦，因为即马有真济法门。但是慧能大师的法门是禅宗传承的法门，哦，咱知伊是第六大祖师。啊，伊讲我的法门咯，就是对一个法界生，甲生说84000地类，就是讲由咱人迄个自性，法界就是自性地嘛，吼，自性地甲生真侪智慧，由自性流露一切地安尼，由自性流露一切慧安尼。即句就讲安尼啊。那么这种的水准哦，有那得爱安怎样？有那得爱你业识清净哦，较有可能。哦，业识清净呢，实际讲，有那得爱定乐。哦，迄个六尘看会破，卖为六尘落泪，卖为六尘落泪，就是你已经无色、无明。哦，那么现在开始讲，将一法界生84000分的何以故呢？因为世间人吼，那么讲世间人，当然这个那是以家己本身有一法界生84000智慧啊，这个就是靠来开发一切世间众生，已经以法界已经生了嘛，所以生就是要创啊，就是要因为世间人有84000的烦恼定了。所以你有智慧了后，你才会当以智慧流露。公道众生一切无明定落安尼，即个人要甲接的是安尼较顺，吼，因为法界会生84000慧，即个就是以自我来甲讲，家己本身就是法界开发，自然法界流落一切的光，吼，啊，你个说法就无量嘛，啊，无量就会当来对相对的讲，你有智慧就会当来公道一切。有84000的款烦恼，会在众生安尼。伊即马较讲安尼哦，即马计甲众生教，即句话搁再连来讲，众生若无定了，那么智慧就现嘛，吼、哦，就是等于头前即句讲法界较生84000智慧，但是要法界生84000智慧，一定爱生即个无定了安尼，吼、哦，无定了哦。地位较会现，这是我像我谈到所讲的安尼讲意思。你人如有修改，就袂执着世间来为世间作业，安尼来就定，定来地位就现。哦，迄、那个佛尊给讲的三不然后的戒定慧，这个是不变的完整啊，爱叫好啊。哈、哦，但是这个地位上现的不离主本性嘛，因为你的做代事，都拢袂违背着咱人的这款大智法则。袂安尼，因为你无违背大地法界，等于就是啥？智慧破了灭嘛，吼、哦！法界破了灭，安了解吼、哦？这个是说明，但是众生今仔日来当悟这个法啦，悟这个法，这个看悟诸法门，这个智慧法门，这个是智慧法门，重点是智慧法门，等于法界法门，等于大地道、大地道彼岸，这个法门咯、哦，哈、哦。那么我这个法门，安尼你就会当彻底了解无量，
但是这个无念，就是什么话？我即卖等一下才甲解无念的意思哈。讲到这个名相解，我甲解这个无念、无意、无着。无意就讲无回想，无回想过去的意想过去，因为众生吼解到想东想西，哎吼。过去含人有甚物口角啦，有甚物安怎，不是得浮现嘛？啊，个执着过去嘛？所以即款即个是讲无念，就讲无义无德，不起光芒。哦，即、這个光的光片，梦想光片咯、哦。所以用诸真如性啦，用诸真如性是以智慧观照，看来有一切法，得搁在不处不下，安尼就是见性成佛。知道啊，见性成就佛道之道安尼，好安尼重要。即句话重点在啥呢？用智慧，个人开发智慧。但是有智慧，才来开发众生，因为众生有定乐，有八万四千的定乐。今仔日咱若是有智慧来开发众生的定乐，那众生无定乐，嘛是关在智慧上限，啊，就做事无离开咱人的自性安尼，好。那么自性是安怎无离开自性？就是自性平等心安尼。所以今内底有甲咱讲到，这个大主慧海讲的这话，拄啊符合着这问题。那么这个人吼，我遮头前先大概讲者，较来讲一点哈，讲一点，因为用这段文吼，这段文伊才用起来，这个主流吼，有的是头前中风，啊，有的是无啥紧要，吼。那么伊即个讲五处法门，即、这个法门伊就解，为目结讲言为色即即为之法，吼、哦、众生所有之文呀，就讲今仔日讲出来即个法，会当互世间的众生做一个开解，吼、哦，什么开解？就是成就佛道的开解哦，安尼较叫做法咯、哦，所以即句话是结讲安尼，所以佛法就是成就佛道之法。要注意这点嘛，那不是成就佛道，叫做邪妄法。但是可以也使搁甲讲较好，就是讲方便说安尼尔。八万四千法内底人吼，所有拢方便说，因为迄个拢总是了义，拢总是不了义。但是不了义，就是要引导众生来符合了义，一个真啊。但是符合了义，有了义修起来了后。开当开悟，迄、那个不可说的法安尼。所以佛陀这个法有分做三个赞助，第一叫做不了义法，就是这八万四千法门。八万四千法门内底有附带的了义甲不了义啊，吼、哦，了义甲不了义。但是了义法就是大乘究竟的法。安尼你若是在修大乘法，开当实实在在落实，迄、那个开悟不可说法安尼。佛陀念法。百万人天唯有徛摄笑，迄、那个叫做不可说法。哦，这点就不是个提起嘛，哈、哦。所以今来滴，这个众生，就讲今仔日这个众生是给讲安尼啦，哈。比如讲四性体来滴啦，哈。这个有哪叫做性，但是这个是方便。唔过重要是迄个入菩萨道的这个十性位的性安尼，十性位的性，这个才是真正在成就佛道的法安尼。啊，好，八万四千法门，你家己即句来看。但是这个法华经有王品是假讲安尼啦吼，这个唔免讲哈，这个唔免讲，就是这个圣万经第二章这条圣万经讲广大义，即是无量得一切佛乐，入八万四千法门。这里八万四千法这句话的假讲真大真宽，哈、哦。所以叫做无量，所以那一旦得一切佛法，就是伊本身有念啥呢？念八万四千法。但是这句得一切佛法哦，这个重要是迄个成佛的法。佛陀所讲迄个了义法，你若得到了义法，那么现在这就是八万四千法，由你安怎样方便拢可以啊。好、哦，你安怎样方便拢会使进，方便说、方便法，拢总可以讲。安听哦，迄、那个就是因为。八万四千法本来拢总方便去啊！哦，这段安尼讲安尼多，哈、哦。那么下面这段八万四千定了，搁再讲就是、就是八万四千烦恼定了，就是烦恼的以前可以误咱人的精神安尼，所以叫烦恼的无明，哈、哦。
那么接着我那个简单解释，因为尘就是妄别、污染，哦，即头前讲的，就是种种的邪见烦恼，会污染咱的精神。那么这个乐，就是叫讲乐业，哦，就谈到叫讲迄业的工作嘛，哦。那么这个众生比邪见啦、烦恼啦、乐业不舍，所以呢，来轮回生死无有尽期啊呢。这是以众生来甲讲，所以我谈到讲的心乐甲心乐嘛。为着啥物要落咧？哦，嘛是为着六尘啦。所以这个呢，会予咱永远生死轮回，吼、哦，无迄个结束的期间啦。所以这个是问题，就是讲八万四千尘就是安尼。但是破相就是讲无明之心，迄、那个叫做烦恼啊，吼、哦。虽然有八万四千烦恼情啦，以及平和煞的障碍，但是皆由三毒以为根本咯、哦。今日为什么会安尼无煞煞？遮尼啊侪烦恼？就是拢总是以贪嗔痴做主体，结果是安尼啊。无你特地想，你有一天你若计无用，你无用，你加少冷静，加坐咧休息一下，啊，加想看卖啊，听无？啊，你若随个念，看你是安怎个念的？恁做大家人，有阵看孙仔咧，啊，就念念新妇嘛吼。啊，怎样？啊，若无就念后生嘛。恁即马家己想想看，你为什么个念迄代志？给吵吵念，啊！卡给予新妇，甲你怨叹，啊！卡来大家新妇，卡来歹感情，啊！这么两个讲讲，啊！恁两个卡会袂啥好，讲好，阮大家足好吵念的，听到后要气死哈！无，迄个新妇就安尼回应回答人，你这么家己想哈？啊，有心吼，迄左囝，你若乌白家念，你就你的左囝就反感哦，你家己想啊！啊，你有时阵唔捌过假扮嘛，因为这么两种时代嘛。即嘛新的囡仔是有学学着新的相性嘛，啊，咱较早较年纪较侪是较旧嘛吼，啊，所以有时你计甲讲囡仔就较无管理，即有哪有？但是你袂当对根，想讲即个囡仔遐放荡，即个根本问题安尼甲对根了出来，靠方法来甲引导，就是家己本身都无智慧哈，啊，知影吼？所以今来咧靠讲，因为凡夫有八万四千的烦恼情欲哦，听吼？一个平和煞障恶，所以拢总是由三毒作为根本。这个三毒心，就会当固著一切诸恶啊。听吼，爱知影，一切恶拢总是由三尘起做出来。那么这个亲像大树，根虽然是一，但是所生枝叶无所无变。所以这个三毒根，就是每一种根中生起诸恶，贪生一切恶。由根本烦恼生出各种的思烦恼，对吼？所以生出一切哦，所以百千万亿倍，吼、哦，各有前不可比数。就讲这个恶业的问题，恶念恶业，百千万亿倍了吼。实际讲无法当比数，就是根本是贪嗔痴安尼。来，即卖讲无念，因为这个慧能大师讲啥呢？那是会当无定得智慧会现。啊，就无离自性，吼、哦！下当我以上所讲的这个五处法门，这个智慧法门啦，智慧菩提灭，安尼就是这个无念。伊即马讲到无念，有无念含无念含法界菩提灭含法界生万法，这个有相关，哦，这个有相关。来，咱即马用大智慧下这个来解，可能较通。因为后边这段三昧经甲古德讲的这个吼、哦，我是安尼甲看两三遍啦，吼、哦。看两三遍，含伊头前这个经文内底吼，因如较无遐圆满安尼，因理解较无遐圆满啦哈。所以我即下就想着讲大智慧海有讲到即句无念嘛哈。所以咱即马甲看，这本《顿悟入道要闻论》哈，伊是自问自答啦，自问自答。但是即句无念吼，我伫佛学书典三种的佛学书典内底，我甲骗无即句的特别名相。哦，无特别冥想啦哈，干那伫这个个啥呢？这个儒家书底咱论内底有记载一句讲住，迄、那个住就是不念，它叫做住安尼。干那会记载有这个个儒家书底有讲到这个，哈、哦，含这个相会。那么这个讲迷信无念者，无何念？伊讲我本身袂当心禅，这个慧能大师讲的这句无念到底是啥物？是无甚物，是到底是讲袂使有甚物款的念，也就是意念的念啊，无念、无念想。
所以伊较甲你讲无念者，要甲讲即句无念，毋是拢总无念哦，啊知影吼？所以即个慧海大主慧海禅师伊较讲，应该是无邪念，毋是无正念。安、啊、听吼、哦？应该爱有正念，菩萨就是正念，吼、哦。要甲讲罗汉嘛是正念啊，啊那要甲讲善念嘛是正念，不如个即个会记一下。真来在破善念，就是因为看是世间啊出世间，世间若要甲讲有善恶两种念，当然是爱有善念。但是善念若在有漏内底，伊个嘛毋是理想，所以真来在这段有破世间的善念，爱注意这点哈。伊讲无邪念，因为这个邪就牵连到邪恶的问题嘛吼。无邪念，毋是无正念哦。啊，所以即马讲温和邪念甲温和正念呢，哦，这得个分辨，是甚物叫做邪念，甚物叫做正念安尼，哦，那么伊讲讲念有念无，安尼就是邪念，因为即句有甲无哦，即、這个在世间是得失的想念，啊，那是要讲伫即个个修行，对即个对待法。你有起出思路，有甲无是对待，安尼这种的人，就是即有即无这种的念，安尼看好无？这个是对待法，佛陀不得不讲的，袂使啊。所以即有也唔对嘛，即无嘛唔对。世间这个物件有啊无？这个？啊？你讲无唔对啊哈？要讲有也唔对哦，你若要讲无，唔过即个相已经现啊，袂使讲无哈。你若要甲讲有，唔过即个是缘生法，有唔对。爱注意这点哦，有唔对，但是无也唔对。吼、哦，你要甲讲迄个自本性是有啊无？非有非无嘛，听好无？你讲无唔对哦，真正。你要讲有，唔过自本性是空。你若要讲有，嘛唔对，伊是空啦。你要讲无，唔过伊创造天地大地一切虚空的一什物件，那也无。安尼无要修啥，所以袂使讲有非非有非无。这个物质有哪非有非无？吼、哦，安知影吼、哦？所以真内底就即句讲，你执有也唔对，执无也唔对吼。念、哦、有念无，即名邪念。不念有无正名正念，安尼我讲到重点无吧？有吧？佛性非有非无，物质有哪非有非无？世间的一切非一非一，因为有无量，一切法有无量。但是一切法伊有一个基本性，所以非一。我讲你听有吧？非一嘛，唔过非一嘛唔对。你讲伊也唔对，所以伊因为伊的基本就是一，所以世间的一切法非一非一，非有非无，自本性有那非有非无。就要注意哦，因为这个就是要带动咱注意迄个正念的正知见，吼、哦。所以现在这不念有无，正名正念，念先念末，为啥念？你唔免不时在咪想讲，我做在对，安怎做较唔，安怎做较对，安怎做较唔对。即个在世间话，当然你要衡量衡量自己了。我每天每日所有的起心动念是到底去想念啥物？即个在世间的善恶是安尼哈。但即马因为即大主慧啊，即个是超我的境界，即个名俗嘛，名相嘛。你若天天在去想遐，我跟你讲，你加一个北出来，我加北，你敢听无？善恶两种在北啊嘛，恁记好哦。恁能够在一讲，我就安怎该做去做，但是应无所住。因為你唔通不时在遐念遐有诶无？该做你今仔日发得出来未？应该做去做。吼、哦，你唔通讲该做你唔去做，安尼就唔对啊。啊，里面代志淡仔紧张，吼、哦，迄种唔对。所以今来咧甲讲，吼、哦，念善念恶，安尼叫做善念；不念善恶，名为正念。慧明、慧能，甲慧明讲：不思善，不思恶。你先秉持诸言，到迄个不思善，不思恶，正莫那时是明相，则本来面目。
安尼即个内底，咱人的本来面目有善恶无？有无？哈、哦，非善为恶，因为善和恶是对待嘛。伫即个超越都无善恶啊，所以即内底较讲安尼啦哈。不念善恶叫做正念，乃至苦乐生灭下出下，教念就是不出下。结果什么会？不出不下嘛哈、哦，有一切法不出不下。这个就是一切法，苦乐，苦乐相对，生灭相对，出下相对，万千相对，情爱相对嘛，对不对？这个是相对法，就是给讲啊。所以经内底较讲不出下，唔通讲迄个个出亲下晚，哦，即马来哦，出爱下精，这精的万幸呢，讨厌迄种意思，哦。所以今来在讲，乃至苦乐生灭，出下万千经来，吼、哦，定名下念啊，吼、哦，你有这种的执着，对他的发的一种想念，对这个人较好，对迄人安怎样，你菩萨都修未起来哦，记好哈，真正哦，这个真啊菩萨都修未起来，吼、哦，因为你平定都无啊嘛。所以经来在讲，不念苦乐，生灭出下万千尘埃，安尼叫做正念。哦，因为愿度一切众生啊，靠什么个差别？你嘛未使讲，你今日即个度众生，你愿度一切众生是心愿发的了，你嘛那不是定定要去愿度一切众生。哦，所以经来在讲，伊即马搁在问啦吼，温和是正念。哦、所以正念者为念菩提啦，但是这个还有分家啦，听无？因为虽然这个是引导入，伊这句话就教教这个一切诸无心啦，念菩提还有心，安尼看好无？有个想念菩提是还有心，但是因为这个是安尼归纳，一直归纳我来，无善恶啦，无分辨嘛吼，一般是拢安尼。所以由这个直直个念，直直去掉，去掉了，它为念菩提，正念就为念菩提，哦。那么这个讲菩提可定吼，伊讲菩提是不是可以定？那么这是家己自问自答的哈。心如菩提是心如明镜台，是日勤拂拭不住者定来，但是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亏台，本来无一物何住者定来呢？所以菩提是觉，是道，是通。所以不是得不得的问题，因为有得道心，哦，有得道心哈。所以他讲菩提不可得，因为菩提是咱本来具足一切三明四谛五根六通，所以不是得个是，因为有得道心。所以这个得，你若认为讲我向我得什么，哦，安尼就唔对。比如讲，咱这个见道未来都有一个叫做。有一个叫做见道，就是等于得道，这个是不得已才勉强，无安尼讲袂使。啊，若讲得道，就有信嘛，有信就有得，安怎样吼？迄是不得已讲的。所以现在你讲讲菩提地不可得，温和念菩提咧？因为伊即马咧念咪正念，念咪邪念，念咪妄念，所以伊唔卡讲为念菩提就好。是讲为念菩提，讲这个角的问题去想念这个。哦，安尼整个迄个念有念无，迄个正念邪念都已经综合对这个菩提来，所以唔可讲为念即为有正念。那么有正念，他讲啊，菩提既然不可得，为什么要念菩提？啊，无你无变怎？因为你念有念咪无，念咪妄念，念咪邪念，念咪正念，安尼就真复杂，所以为念菩提。即如菩提，这个菩提是家里的名字啦。实在无得甲不得，是不可得。因为咱无信啊，咱是妄白尔嘛，咱有信。哦，所以一前一后，一后前后得者为不可得。这个吼、哦，可能有一字有出入。一无前后得者，一无这个无，一无前后得。也无煎熬的地界了哈，好，
菩提是戒律的名字哦，是无是不可得，嘛无迄个前得后得的这个问题，的这个人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加入上，比如讲正无生法，就是见到位，还是讲得到位嘛？迄、那个正无生法是安尼，吼、哦。那么这个是无前后得了，因为这个本来菩提是本来不生不灭，也遍虚空法界啊嘛，吼、哦，迄个慧。但是为不可得故，就是无前后的人，什么叫心？前佛、后佛、现在佛，拢总无。但是家里冥想有一个前佛、现在佛、甲未来佛，所以前佛得到，三世诸佛拢有得到。安尼来甲讲，这是不得已无家里这个冥想袂使，所以这个来破时间，吼、哦。所以即无有念，因为无前后得，所以安尼自然就无念，无有念。但是知觉无念。这个无念就是是名真念，现在这样一直转转来转来到这个无念，无念就是念菩提，但是又在想说你，因为你有心有在想菩提，但是又跟你说事实无这个菩提，因为这个是家里的名字，你不能说真正有一个菩提，因为菩提是空性嘛，是要带动咱众生的觉，啊，这是不得已无讲袂使，所以现在他说这样，因为你这个亦无前后得者，为不可得故。你唔能想讲我念菩提道，菩提人个得，不可得故。所以即无有念，知觉无念，即、这个叫做真念。所以菩提无所念，菩提无所念者，即一切事无心。安尼，安尼转有出来无？看有无？恁等个再对头念，到尾个想看卖啊？即一切事无心，重要拄啊即句话。迄、那个无所念者，就是即一切处无心。凡夫是执着定境上有无，但是要出世的人，伊即卖要出世啊，即句话才来讲带动你来念菩提，想念菩提，即、這个重要是安尼。但是唔过你唔通讲有一个叫做菩提，因为这是不得已加念名字。哦，所以你万缘放下，也无所谓得，也无所谓失，也无所谓得，也无所谓想。也无所谓，什么什么拢总无，一切办法皆空。安尼就是一吼，即、哦、一切处无心。安尼，这个是大智慧海讲到遮，所以一切处无心的下面，伊是个讲安尼吼，是无所念安尼。吼、哦，即一切处无心是无所念。这个就是大主慧海家己自问自答，可能含这句吼，含这句慧能大师讲的这句无念无相关。但是这个要讲到详细，唯有偏这个无其他这个书，这个佛法上吼，后过来去甲找书店，我那是找无这资料，通个资料通个出来，吼。安尼哈，知影这个安尼到这，可能就安尼就改这个字，比伊讲这个三昧经吼。三昧经这个可能较圆满，这恁家己看就好，吼、哦，比这个是较应该是较圆满。那么来，什么叫做无著安尼？翻过来，因为这个无念就等于无著啊嘛。凡夫是执着六尘境嘛，出修行的人是执着啥？有的人是执着善戒啊。啊，那是迄个个二性是执着个人戒团。但是小乘观教的这个菩萨哦，伊搁执着这个行菩萨道，搁执着这个菩萨道，安听吼。那么进来的无著讲不执着无所不执念呐，因为这是著还是心嘛？人搁执着某一样代志，执着亲情这种心哦，吼、哦。以前的圣人执着个人解脱，这个也是心哦，所以这个无著的不执着无所不执念哈。哦那么来下面哈，下面以智慧观照，今来都有一句不处不舍，即成佛道。啊，伊头前这个所在是智慧上现，哦，智慧上现不离自性，哎，这边抓下智慧观照，哈。智慧观照，即内底从以智慧照见事理的真实性。但是这个智字吼，照见诸法因缘为之智，
原生本空为一非啦。这是不是有之前跟咱讲过？地主上缘起，哈、哦，为一地。因为众生不知一切法是因缘所生，所以众生会入一切法。但是今仔日咱有智慧的人，知讲因缘生，地主因缘生，地主法因缘生，地主法哈，吼、哦，地主法因缘生为一地。那么再来因缘法本空为一非安，缘生那是无因缘诸法，都无迄样物件。哦、所以一切法皆是空，哦，人性本空，这个就说明安尼哈。来，即马这个进来得去讲观照啦，伊这个法藏心经疏啦哈，伊这个讲安尼观照，就是连观的描绘。迄、那个观甲观吼。有两种不同意思，观就是看外表，观就是看内在，所以有那个深思观出到那个世间的一切法，那个叫做连观的描绘。今天就没智慧的人是看外表，有智慧的人看内在，所以有智慧的人看这个经中来得他的基本意，没智慧的人看字句，这样、哦、没智慧的人是看字句，这样了解、哦，但是六祖金刚经口诀是讲安尼，但以自己性智慧照破诸妄，即晓然自见。安尼，就是讲用家己的自性智啦。啊，不过自性智要对对来，自性智照讲吼，是咱人迄个如来中，而且个空慧啦，迄、那个叫做自性智。但是用自性智。来照破诸妄，啊！可是这两句话，那是要甲道边讲者，你那是诸妄无破，自性地个未现啦。安尼对不对？恁家己看下，自性地你那是无先破哦，迄无迄个，迄、那个诸妄无先破，迄、那个自性地会未现。所以这个我那是由渐自修啦，而得到真实法界安尼。照讲是有那安尼较正确啦，所以这个就是你若是讲照破诸妄，安尼叫做晓然自见啦。哦，那么下面这句啦哈、哦，下面这句讲叫做一无一切法，不住不暇嘛哈。即、哦、咱如来讲，本来我这是有刻安尼啦哈、哦，有一块资料哦，叫做啥呢？在这个决定三昧经内底有讲到啦，不过时间已经要到，无后礼拜较补充。是讲智慧十业，法界十业。吼、哦，今内底这段，我这段文内底要阁写咧吼，这段还阁讲咧半点钟，所以干脆后回甲讲，后回甲阁补充。即嘛下面有即句一切法吼，今内底有加着讲着讲有一切法不住不暇。即、这个一切法伫《大智度论》观义是讲个一切法六有三种，吼、哦，咱头先讲着啊，吼、哦，即嘛伊即个是加讲佛法。阿那无呢？一切法的世间的这个一切相、一切事、加众生一切心，哦，已经大概讲第一的有为法。这个有为法哈、哦，就是修持法。修持法，比如讲今仔日凡夫，伫恶道善道不是个轮转，佛道安怎甲咱教？教讲卖对了三恶道，
唯有修五戒十善法，那么这个叫做有为法。这个就要勉强控制自己的心哦。你想要杀业，想要吃动物的肉，你自己不能够再做的，这个叫做修持法。哦，因为咱要改过去迄个习惯，今仔日才讲袂使，袂使。不过你要改嘛，无一定遐好改啊。所以你家己一定爱安怎样修，安怎样持修，唔通搁再去做掉。这个叫做修持的法。第二，伫凡夫提升到善道，搁再伫善道本身已经了解啊，你卡搁提升到二性的个人解脱，安尼，这有那是修持法。所以二性个人解脱，你一定爱修八正道啊。这个叫做不了义的修持法，安尼，听吼，这个是修持法，这个叫做有为法。第二就是无为法，就是非修持的法，不是修持的法。迄、那个就是啥？迄、那个假假人说明，迄、那个自性本空，不是修有，无修就无迄、那个。安怎样？迄、那个咱自然有诶，迄个，就是咱谈到头前去讲，迄个智慧本来就是家己有。你若是在缘起本空这个问题，迄、那个智慧，但是你嘛都要彻底去了解，去修持出来。迄、那个正，迄、那个迄、那个啥呢？迄、那个非修持法，就讲咱人的自本性本来具足三明四谛五蕴六通，迄、那个唔是修有，无修就无。众生平等平等，迄、那个叫做了义法，迄、那个叫做无为法，安尼。吼、哦，迄、那个是要互咱体会，所以迄个了义法叫做无为法。第三是不可说的法啦。这个不可说的话，就是心印大法，心心相印的法，哦。佛陀莲花徛下微笑，迄、那个就是。喺古德的禅师，伊要引导弟子，伊用暗示，暗示迄、那个，伊无甲你讲哦，伊用暗示甲你讲。哦，迄、那个就是啥？迄、那个心印大法，迄、那个叫做不可说的法。所以初三一念一切法，讲这三项就是念所谓有为无为、大乘小乘、人间吼、哦、五乘啦、三数多啦，就是拢总这三项念一切法啦。所以《楞严经》较讲安尼啦，讲佛告大慧，因为《楞严经》这本吼、哦、是佛陀做主讲，大慧做配讲，吼、哦、啊大慧问佛陀答案呢，伊讲一切法者善法、不善法、无记，无记就讲不可记别的，吼、哦。非善非恶，迄款诶，有为啦，无为啦，世间啦，出世间，吼、哦，所以即个佛法，你即马注意哈，有善恶就是世间法，记好，吼、哦，迄个就是善恶，就是出，就是世间因果，你即马注意这点哈，法内底有世间法，你记这点，迄、那个有那是因果。但是出世的菩萨法，这个出世因果，即句这个问题啊，含这个世间因果有天人之别。恁今仔日唔通这个分袂清楚，就讲一定爱做啥啦、啥物会啦，迄款的问题，吼、哦、啊，就爱执着，不对哈、啊。该做去做，不落人后，但是量力，但是不急、不处、不下，吼、哦。用说这个法有世间法，甲出世间法咯，爱注意这点哈、啊。有阵讲到迄个莫名其妙诶，这个毋是无理，迄、那个就是出世间诶了义，吼、哦。啊，若是世间诶了义，或是较好知影，这点要叫好。啊，有种叫做什么叫做有罪，什么叫做无罪犯？是恶业的罪嘛，迄、那个嘛是犯啦。是善业的无罪嘛，迄、那个嘛是犯。有老法甲无老法，有老的福报会老实，无老法的成就清净诶菩萨道。安怎吼？修甲不修的问题，好，比如讲法内底讲修嘛，什么叫做修？我简单比如，今仔我刚经你接受下来未？迄、那个叫做修。对六尘境，你袂使修一啦。所以这里就讲，安怎样对六尘境不修？但是对如来境高爱修。所以这里就修甲不修的问题。好、哦，所以这里就是迄个个人开经佛陀家大慧讲的安尼。好、哦。但是《楞严经》内底讲讲呢，伊嘛即句不处不下，一个一个说明，讲比如行杀，一切虚弊殊修，摩罗殊主相骂人受赞践踏，杀不念言，比恼乱恶，二生妄想，自性清净，无自故为。
无足过有，如来应供定见功，自觉性地行沙，大力神通自在定沙，一切外道诸人受定，一切恼乱如来不念二生梦想，如来即然无有念想，如来本愿依三脉络，哈、哦，安众生故无有恼乱，犹如行沙，定无有异，又断贪嗔故。即句话是比如行沙哈，行河沙，用这个行河沙，因为行河有2500公里，沙无量。但是沙内底里呢，伊有蕴藏着鱼币真济物件，收藏着真济鱼币的物件。但是呢，就是这个摩罗，这个摩罗是叫讲摩，还是叫讲这个西呀？吼、哦，还是讲这个象啦、马啦、人啦、禽兽，对这个沙甲打过。但是这个沙伊袂想念，讲这个沙甲我欺负，这个人兽甲我欺负，何以恼乱？现在注意这句话，就是说叫我们的心，我们个人的心，因为佛陀就是有这种心，他说沙并没想念说他们跟我欺负跟我打，生出各种的梦想，现在这是比如，那么我们共生的这个主本性，他本来是无足物念，过物就是垃圾物念，那么现在要变这样，哦，所以一个人有污染的各种的问题，贪嗔痴，但是这个贪嗔痴和自本性一个无相关，要注意这点嘛，不是自本性所现的，一个只是业识安来业识的问题。伊讲如来应供哦，达到定见觉，无相正定见觉，但是这个自觉性地啊，伊家己讲哦，这个性地是行沙，哦，行沙伊有本身内底有大力神通。主宰定刷，哦，等于啥物事来讲？佛陀的大力甲神通力，啊，甲伊主宰力无量的意思。哦，这是计讲无量无数，就是这个情形说一切外道，啊，甲人受啦，哈，啊，或者拢要甲伊恼乱的话，如来伊也无升起妄想安尼，就是外道要甲伊害。哦，伊嘛无产生其他的这个意念出来了，这个歹的想念。但是因为佛陀自然就讲安然自在，伊无其他的想念，就讲外道安怎样甲侮辱，安怎甲糟蹋，安怎样甲讲东讲西，吼，伊嘛无安怎啊？安怎样？所以如来的本愿就是以这个定乐三昧的定，开来安众生。伊本身会当得到这个定嘛？伊不是念二生梦想，迄、那个就是伊有三昧乐啊。但是伊会当以三昧乐来安定众生，所以众生对伊安怎也无恼乱。但是今仔日咱众生受三昧，诶，这种安住啊，咱嘛袂使有恼乱见，所以亲像行沙，吼、哦，应该是无异啦，无异行。所以佛陀伊嘛是断掉迄、那个贪畏啦，贪畏心，就讲无因为众生对伊这种敢若想讲非常诶赞叹、阿乐甲恭敬，伊就生贪。外道对一种无礼，伊就生嗔，无安尼。吼、哦，这意思就讲，所以这个叫做不处不暇啦。吼、哦，万亲平等，拢总相像。天魔安怎样，伊嘛是相像，阿弥安怎样，这个就是啥呢？即句以上所解，这个叫做不处不暇。吼、哦，没有恼乱啦，那么凡夫就无可能啊。但是凡夫那是恼乱心吼，那是有过修习安尼一个啊久啦。哦、是一个啊久安尼尔啦，那有过修是安尼啦，啊，但是真紧就平落啊，啊，但是真啊个反复哦，有过修的反复哦，但到有一天你有水准吼、哦，那么你的心就无同啊，听吼、哦，啊，那无变怎呢？你要搁再闹乱，也是着，家己着伤嘞，哦，来即马这段搁看一下哈，先地性若欲入心深法界。结发这三昧者，思修发这行，啊、哦，思想金刚发这经，即得见性，当地处境功德无量无边，经中分明赞叹，莫令估算。这句话是给讲安尼啦，讲众生啦吼，
你若要深入头前给讲的这个智慧慧啊，甲定啦，慧甲定哦，你一定爱心。你若要深入法界，这法界就是讲自性第一义体，即嘛，即个是给讲安尼。这句法界是给讲自性的第一义啦哈。你若是要彻底去体会了解，以及这个智慧三昧，三昧就是定，法界就是智慧，吼、哦，你一定要修智慧行，注重智慧开发安尼。这句话就搁讲到等下，就是你今仔日。一定要照六波的命来去行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，这个头前一定要具足了，才产生智慧。吼、哦，那么伊即马搁再甲咱讲一句话来讲，爱持诵《金刚法界经》，持诵吼，这里持诵《金刚法界经》，伊即来去讲持甲诵安尼，但是《金刚经》内底是讲读诵。修持读诵为人演说嘛吼，那么这个持修就按照金刚经的经教来去持修，但是不断去读诵，因为按照讲读诵，你那是读诵有去注意迄个金刚经的这个经义，那么你就出现出来，你家己就会注定听话，所以伊唔卡甲咱讲，你就会当见性。第二上金刚经就爱注意哦，唔是干那妄想啊，甲打妄想哦哈。不是哈，因为伊个主要图像两行哈，所以你就会当见性。所以下面他讲，你爱知影这本经哦，处经的功德是无量无边。所以这个在《法界部》内底吼，《心经》甲《金刚经》这两本是最主体的哈，《法界部》有六百几卷，但这两本最主体。所以经中有分明啦吼，赞叹阿乐，听吼。所以莫念古说，伊讲我即马袂当讲到真清楚。哦，别人拢总讲，因为注意，伊有改一本叫做《金刚经考卷》，哦，慧能大师有改一本哈。那么这个心深来讲，法是修行叫做深。哦，咱过来讲一个确实啦，是玄妙啦，因为这个法内底有初世微玄嘛哈、哦。法啦哈，不过这本《金刚经》是迄款最高深的水准。哈、哦，今仔日咱德文是差不多一般是由初二入手啦，应该是安尼啦，初法入手。但是会记着哦，你若是有较水顺的法师会向带动，那么就差不多渐渐由这个势力啦。哦，那么这两行叫做不了义安尼，听吼、哦。但是搁那一日入去呢，就差不多伫这个啦，哈、哦。唔过，这个强强要未讲一啦，这个都无讲啊。好、哦，这个秘密的法哦都无讲啊，这个就是不可说的法啦。但是这个金刚经安尼看我，干咱印度哈，看印度迄个金刚经差不多伫这类的法。好、哦，主经就是迄个不可说的法啦，迄讲不出来嘛。所以禅宗来在讲，先下到食得灭安尼，迄个不可说的法。八万人天唯有徛下微笑，到底一个笑啥？什么人知影？伊要怎讲？无当讲啊！所以迄个就是最究竟的这个大法。所以真来底卡讲一句：心深烦恼，就是啥？法之修妙，假心深，深假极假明心啊！吼、哦，所以超情或深，吼、哦，深极或深。真来底是简单讲到安尼一个。那么后回卡个继续弥勒尊号，哈、哦、啊！